大家好，我是 S 封建天门兔的周氏，现在来看我们家分享宣言。谢谢大家在今天来看我们的长沙最佳拍档巡演，谢谢。一个玩一个游戏，然后呢我姑且管这个游戏叫糖果挑战。等等，但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糖果挑战，我们今天吃的是棒棒糖。对，然后其实游戏规则是怎么了，为什么这么大吗？刚刚太刺激了是吧？程度随自己各位拍档心里边定，自己定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是以拍档为一组，然后我们四组就是一边一个人在这边要转五圈，然后用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啊，然后蒙眼把这一个棒棒糖喂到对方的嘴里，然后对方也是蒙眼睛的。大家应该喂就会这样吧，就是这样子喂。但是如果你们有人想用其他的方式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区别输赢的方式，就是看谁用时间最短。哦，那最长那个手喂就是比较方便，对吧？对，用最长的是有什么惩罚？最长，那就看大家想看什么喽。对，好，那要不我先自告奋勇一下，我们组先来给大家打个样吧。可以。是吗？所以说，接下来的组别要比你们的难度更高，是吧？那我连眼罩都准备好了。好刺激！我先要坐着是吧？对，那边有一个椅子，我先把它放着。好，这杯子，不是他杯子来一组一组，不是他坐着，你这样转着转过去了，转完走过来，太远了，这也我可能会拉近一点。确实有点危险，你要不要正一点吧？侧面吗？那我走过去啊，对，要转完然后走过去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当手，你这个杨姐那个造型好。杨姐感觉很合适，就是做这个动作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那个要拿出计时的，好的。Okay. 三。
么意思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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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我们在想到底是谁晃谁这个吃？对对对。那你们有谁想第二组来吗？不，你去吧，我坐那啊。啊，有点这个，怕你一会儿倒下了。真的好搭呀，刚没看到。这边乱了，这边乱了，来这边弄一个。来了。现在弄完，明天就是跟我去早上早起运动一下。OK， 去吧。哎，你要转 ，OK OK。好了，三二一，等一下，开始。一六二，这个算数好慢，真的太慢了。转转转转转，往后一点，往后转，哦，半圈，还有啊，好，到，停 ，OK 停。那谁转呢？相互的谦让，不是？怎么你们反过来了？哦，不对，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正反。好的吧？主要你们说的都对。好吧，四十五度，那这样。听你的都行，厉害吧？可以，不愧是运动达人，确实。然后我提议我们再来一轮。我们可以吃点别的。老刘给我的眼神，你是想吃点别的，对吧？哦，知道了，老刘，我知道了，5.2米大辣条。这我有麻辣王子，是不是？这是8米，我收到了3包，我们可以在这吃到死。好了，吃 party 吗？吃有点畅，有吗？我们还有 party 吗？还真有，什么味儿的？什么巧克力？提拉米苏。
该是两个人，然后直接对半掰，然后我们这样吧，我们玩双桥布，输了的掰，玩四次，然后再玩。就是每个人有。每天都在看些什么东西？就是每个人。我们每就是每两位有一根 pocket， 然后我们就石头剪刀布，然后输了的就要掰一半。好，那你们先来，先画个样。没有石头剪刀布呀，我们要一起。两组两组 PK。就那个。应该是四个在一起。来吧，我们石头剪刀布。是拍代表餐吗？可以。我们经常玩石头剪刀布。是拍代表餐吗？经常赢的。好香这个 party， 来吧，代表，来吧，拍代表餐是吧？石头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石头剪刀布，布。记好了就行了，卫生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可是防疫。好了，来一次是吧？对，玩四次。啊！四次！如果只有一组输了，他还吃什么？就对啊，就得把他们吃了。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！好，我们想要星星白字，好，进一次，再来，第三次，你来吧，来，就是要拍四次，石头剪刀布，哦。哎，刚好一人一次，我怕没人看见。他们三组每组都输了一次。还有一次，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
已经开始头晕了，晕了晕了晕了，真的。一起吃饭，一起吃。别说我虚。B 二是谁啊？
是胡晓慧、刘淑贤对抗那个杨玉哲、张欣，然后韩家乐、蒋舒婷 PK 那个郑丹妮和陈赫。感谢今天大家来看我们的最佳拍档长沙巡演，然后我们一起谢个幕吧，耶，我们一起谢谢大家吧，来往前走吧。Yeah.